各位姐妹啊，实在是太卷了。你们吃过一块多一桶的大桶泡面吗？这个呢是志凡家的大桶泡面啊，厂家呢是24.9啊，给大家发整整12桶。另外老弟这边啊，还能给各位姐挂一张3块钱的优惠券，点开链接领券去下单啊，直接21.9到处是整整12桶泡面。这个呢是志凡家的清真桶装泡面啊，而且呢是关凌老师代言的，每桶呢都是117克的大分量啊，也不是那个小克数的。咱拆开一桶啊，看一下里面的分量。里面有个酱包，有个料包，还有一个叉子，还有一包脱水蔬菜，还有一个面饼。很多老铁啊说咱家这个面饼太小了，这个呢是70克的啊，看一下这个厚度啊，也不大也不小啊，中规中矩，1块多一包啊，咱咋吃都合算。相对于超市4-5块钱一桶的泡面啊，那个是85克的，咱这个啊是70克的，怎么吃啊都特别划算。咱去泡一下啊，尝一下味道。家里面啊泡好了，一打开这个盖子啊，就是浓浓牛肉汤底的香味啊，特别好闻。嗯，好吃。而且这个面啊特别筋道。我这是红烧牛肉味的，还有那个香辣的，还有泡椒的，还有酸菜的啊，3种口味。嗯，好烫啊。